喂，你们在哪里？在大厅。回家啦 ，Go。知道，谢谢你。谢谢，中秋节快乐。谢谢。换到6:35，现在我们去买一点吃的吧。提早，提早2小时，下次不会这么做了。哇，这个小宝我喜欢。1500，惊死，买袂起，好烫。晚餐，好久没有回老婆娘家了。结婚之后，我不再只有一个家，多了一对父母，多了很多爱我的家人。我经常觉得，结婚前我还是双子座，结婚后我就变成巨蟹座。我仍保有那种爱讲话的个性，但变得很爱很爱家。宝妈带着小宝北上静养之后，独居老人的生活过了2个礼拜。其实我真的很讨厌一个人吃饭啊，吃饭是凝聚一家人最好的时刻，没有了他们，我都吃得很简单。忙碌的工作后，我终于可以回去了，我很期待，多想拥有一台任意门，让我可以马上回到他们身边。身旁的空位希望待会是个美女。不是，更让人归心似箭了。好多人哦，终于可以看到小孩了，很像小宝。启程了啊，3层楼，看得到吗？真的没有看到人呢，说好的偶像剧式的奔跑拥抱吗？没有人，好吧，先去洗手间。好尴尬，没有人。喂，你们在哪里？在大厅。你们没有在大厅里啊？哦，看到了。什么？艾爸？啊，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小宝。Hello。爸爸，我终于看到。我也终于看到你了。好重哦，我的包包。这什么？东西超多，他们叫我带很多东西回来啊。爸爸请进来，我一起吃饭。我爱你。